然后那个时候还想让你叫我唱 rap， 那个时候打扰他，拿来把那一段再念一怎么念。大家好，我叫谢安然，是来就不凡的他，平常过于波澜，科比最酷飒的罗娘，我就是这里最耀眼的光芒。打扰了，真的有些事情试过之后才知道自己真的不合适。你念太可爱了，那你来讲。哎，起范儿了。大家好，我叫谢安然，生来就不凡，能踏平川阔雨波澜，最酷飒的罗娘，我就是这里最耀眼的光芒。你就是这里最耀眼的光芒，我一直都是。哼，我觉得在我眼中，谢安然真的就是创造营最耀眼的光芒。你也是，因为他就是，我觉得他是这个地方。最浪漫最美好的一个人，就是他非常善良，然后他很爱帮助身边的每一个人，然后很真诚地对待身边每一个人，然后他很爱这个世界，所以他眼中的所有事物都是美好的。然后我就希望他可以一直这样下去。